是这个世界不分你我才可爱，如若你懂得包容，想念一切长路里分享到回忆，天都响亮，同样美。阿恒啊，你 check 新嘅船期未啊？哦，我即刻 check 啊！阿 Rachel 姐，我想 check 个新嘅船嘅表啊，贴喺个 board 度啦。哦，唔该你，唔使。Rachel 姐，你见唔见荣美嗰份报价单啊？唔喺胡色花楼嗰度咩？唔喺啊，老细即刻要添噶。明啊，讲咗几多次啊？啲嘢影人员摆翻落花楼嘛。有。number 1421799冇问题啊嘛，齐数嘛，系啦，好啊，咁样 number 咩话？103旧款，最新208。208啊，新款啲啊，你考虑下，系咯 ，Rachel 会即刻 fax 啲嘢俾你。OK， 呀，拜拜。陈生啊，呢个 order 赶住出噶，你决定咗未啊？我赶住翻大陆间厂，香港呢啲嘢，你话 OK 就去马啦。即系话我同个客接头。得啦，你安排得咯。OK， 咁其他嘢啊？有啊，我想话俾你听咧，我啱知道我有两个月薪几，我张医生纸。喂，起身啦，大忙人，食饭啦。嗯。你啊，你真系威水啊！晚晚做得咁晏又唔收 OT， 边个请出你咧？真系三生有幸。难得陈生重用我啊嘛，为公司做多少少有咩所谓啫？唔通我冇嘢做咩？喂，唔好嬲啦，唔好嬲我啦。冇嘢喎。而家市道咁差，好多顾问公司都执咗噶啦，又唔系净系得我份失业。所以你慢慢搵，唔使急噶，有我撑住啊嘛。知你撑得住啦，你梗啦，身高良准。不如我哋结婚啊？咩话？你讲真噶？梗系啦，对你同对个 B B 同埋对我哋屋企人都好噶。你而家咁算求婚啊？唉，冇啲诚意，花都冇一扎。等阵。够创意，好啦，勉强啦。结婚咪好咯，其实我不嬲都唔系咁赞成你就咁住埋噶。而家双喜临门，我安乐晒啦。系咧，添啊，你做嘢嗰度忙唔忙啊？你做嗰啲工程师啊 ，E&M consultant。系啦，睇我几冇记性啊。Auntie 啊，我间公司冇做啦，而家搵紧工。鱼唔过塘肥嘅，后生仔做下官都好嘅。不如遲啲約埋未來親家出嚟飲茶，傾下啲禮金酒席嘅嘢啊！阿媽，我哋冇諗住擺酒噶，因為咁啦，包裝方面計平少。喂，阿張啊 ，Rachel 應承啲嘢啦，我唔認數噶，嗱，直接幫我傾，係咁先。呢張單點解由你簽嘅？陈生，我都是照你吩咐咁做嘅啫，呢张单唔系你叫我负责嘅咩？你听住啊，以后呢单全部由我签。我有旧同事咧介绍一份工俾我做。系咩？咩工啊？喺展览会度做 sales 嘅。哦，你唔系不嬲唔中意做 sales 嘅咩？唉，冇所谓啦。而家水电煤咩费用咧，你都争住嚟俾晒啊！话晒我都系未来嘅爹哋嚟噶，系啊，唔对未来嘅家庭有啲贡献啊，点得啊？你系咪同我计得咁清楚啊？未来爹哋，我嘅咪即系你嘅，悭啲使咯。悭啲？点悭啲啊？我计过数噶啦，嗱，除咗我哋平时衣食住行啦，咁我哋仲有医院费啊、医生费啊，好多杂杂杂杂嘢啊，加埋都唔少钱啊，都系咁啦。我同妈咪倾下，好唔好啊？梗系唔好啦，嫁女点可以咁寒酸噶？我哋未
至於去到呢個地步啊，咪咁窮啊？咁又係，唔緊要啦。嗱，月尾啦，我就係出糧噶啦。喂，唔該。志明，係請人份廣告寫咗未？我整緊噶啦。嗱，你寫好等喺個台面啊！我而家去分公司開會。哦，知道。阿明，跟我一齊開會。遲啲 Rachel 產假，你學定點樣跟啊？啊！唔该晒咩？喂，曹姐，你有咗 B B 啊？恭喜晒！恭喜晒！多谢。哥啊，唞上嚟气先。唔该。放松啲啊！产前检查咧，其实对你同个胎都好重要噶。其实我可以写医生纸俾你，等你请假嚟睇医生噶。唔使啊，我呢排公司好多嘢做啊，我唔想请咁多假。我应承下次一定准时到。咁我帮你检查先啦。Jimmy 啊，你手头上呢单搞掂好未啊？我要入数噶。啊，老细话啲单唔使交俾你。哦。我哋公司需要重组，最新嘅安排咧，需要你降职。陈生，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你跟我说，我会改的。降职或者辞职，你尽快做个决定，听日俾佢答复我。降职辞职我都不接受。究竟有哪一方面我做得不够好？产假十个礼拜，公司请人看你，摊开晒啲嘢嚟做，看你个位嘅人一有啲咩唔掂，间厂房要停，公司损失几大？你知道我做嘢不嬲都交代噶，我放假前一定会安排好晒所有嘢噶。你未结婚就大肚，公司形象点啊？唔多唔少都影响啩。放请你两个月。公司要出双份粮，支出几大啊？陈生，我自问做嘢交足功课，对得住公司。况且我都考虑紧结婚，冇乜必要我都会无端端请假噶。生完 B B 之后，我都谂住搵人凑噶，绝对唔会影响我工作表现噶。陈生，你信我啊！猪做咩唔开灯啊？大啲嘢俾你睇，租三年影婚纱相套餐，你俾咗钱啊？系啊，今日落订啊，有50%啦。做咩咁大件事？你唔同我商量一下先啊？系，我系话要结婚，但我冇话要使咁多钱噶嘛。哦，做咩啊？有时咁钱呢啲嘢有时应使时使啊嘛。我都系谂住趁你未见肚之前。嗱嗱声影个婚纱相啫嘛，吓点嚟啊？你公司有嘢唔开心啊？吓系咪啊？今日陈生要俾我发脾气，佢知我有咗之后，对我态度好差。唔搞错啊！哎呀，傻女嚟噶，唔使理啲咁嘅人噶，吓、啊？如果唔系有劳工法例嘅。我会一早炒咗我啦！点咁蚀佢噶？帮你仲咁扑心扑命咁帮佢添？唉，唔好谂咁多。哎呀，傻女嚟噶啦！嗱，无论点都好，发生咩事都好，我都系企你嗰边嘅，知唔知啊？我都支持你嘅。啊？啊，咁早嘅？早晨啊 ，Rachel 姐。老
老细话个新人今朝十点钟会翻，要安排过晒啲座位。佢仲话叫我帮你手，将台面嘅嘢执好之后搬到新座位嗰度。我哋新同事施小姐 Jimmy 你好你好你好行你好我哋去傾我是 Rachel 我姓施的我哋去傾 Rachel 姐你看看 Rachel 姐你看看施的仔多得意你看不出你那么年轻就有个仔了我很早结婚的了咦讲起又讲老闆好难相遇的。咦 ,Rachel 姐啊为什么你教我入单的时候呢老闆猛咁发你脾气的我其实我在公司做了很久的了我跟老闆都很熟。他份人没什么东西的可能太熟啫。不如我们分手先了。阿思啊你去不去洗手间啊 ?Rachel 姐呢要撑住啊！千祈唔好喺佢面前喊啊！阿恒啊，你平时都见到我喺公司几咁硬净噶啦，我费事影响大家啊嘛。但你睇下，阿思今日第一日翻工啊，佢都睇得出佢点对我。呢份嘢咧，我几日前睇报纸噶，影印咗俾你，睇帮唔帮到你啊？最大的经济负担就是租金不如我搬回家住你搬回去你阿妈那里住搬你就意啫那我呢你知道我妈咪都是说的不紧要我跟我阿妈阿爸讲下，算了算了，你屋企有老有嫩，我哋的而且确系未结婚嘅，唔应该住埋一齐。唔系，暂时性啫嘛。如果我哋两个都失业，单靠啲积蓄，我哋未必挨到好耐噶。你咪当为咗个 B B 咯，你住香港岛，我住新界北，山长水远，以后唔使见啦。唔系啊，傻妹啊，你忍下啦，好难讲咧，或者迟啲我搵到嘢做。你又不会被你老细炒，咁我哋可以搬翻埋一齐住咯。迟啲先算。今日礼拜喎，阿添都要翻工嘅咩？佢去咗佢妈度。等我嚟啦，头嗰两三个月最危险噶啦，一阵整亲个胎就麻烦啦。哇，做咩咁乱噶？细妹啊，你今晚瞓厅啦。系是但，但我唔得闲执床，我等间去噶。家姐呢？唔知喎，可能就喺天台啩。睇你啊，就到鬼咁马路。今晚几点钟翻啊？你唔好咁老土啦 ，friend 生日切蛋糕啫嘛，食饭咁。一个二个嫌我烦，唔听我讲啊！你睇你家姐咪知咯。你两个硬系唔知我担心嘅。唔好咁啰嗦啦。睇你家姐啊！又上天台嘅，我点知啫？边个叫自己乱噏嘢喎？家姐，你冇事啊嘛？我妈请翻过嚟帮手啊！做乜嘢啊？做咩啊？哎呀呀！扶佢出去啦！
点啊？而家吓，差唔多九点。你喺边度？做咩啊？喺边度啊？喂，阿 Mina， 我系 Rachel 啊。点解陈生间房冇人听嘅？我留咗个 message 话今日要请病假，听日先补翻张医生纸。咩话？佢咗大佬？你帮我试下联络佢啊，或者如果佢打翻嚟嗰阵时，同我讲真系唔好意思啊。唔该晒。产前抑郁。产前抑郁。咁个 B B 初步检查咧，你同个胎表面上就冇乜大问题，但我建议你咧就要多啲休息，同埋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啦。嗱，听到未啊？听医生讲留院观察几日。唔得，我要翻工噶嘛。医生啊，我最迟听朝七点出院啊。咁样啊？如果你坚持要出院嘅话，你要签翻张出院同意书噶。喂，何生啊，我系 Rachel 啊。我想交代一下，我有位新同事阿思，佢会接手采购噶。系啊，如果佢有啲咩问题咧，你帮我照顾下佢。我教咗佢噶啦，应该冇问题。咁唔该晒你啊，拜拜。我出嚟做嘢咁耐，未试过收警告信嘅。佢仲话唔需要向我解释，同埋唔想听我嘅解释。我真系觉得好侮辱。依你所讲，你已经依足手续请假，而你个雇主声称有冇收到你嘅口信？我喺公司做咗咁多年，个个都系打电话翻去请病假噶啦，从来都冇讲过话咩一定要早一日通知噶。佢分明系讲大话。根据性别歧视条例，歧视怀孕妇女系属于违法嘅行为。我哋试图用调解嘅方式解决你同答辩人之间嘅纠纷。嗱，你尝试谂清楚，你可唔可以提供多啲资料或者目击证人，可以证明你受到怀孕歧视噶？哦，唔紧要，我都知道你难做嘅，唔好咁讲啦。拜拜。喂，系林生。咩话？佢话我表现唔好，成日做错嘢。林生啊，佢之前系冇投诉过我工作表现噶，系知我有咗 B B 之后先至开始针对我噶。目的咪想逼走我咯。我可以揾到证据。家姐啊，你唔好咁担心啦。依人咧最衰就系你嗰个无良老细，孤寒又缩骨，攞分娩假期天经地义噶嘛，佢都系两生噶咋。咪系咯，当初我仲开荒牛。我有份挨起公司噶，我自问对公司都有贡献噶。出嚟做嘢之后，发觉个个都见你忙而财迷心窍，一啲人情味都冇噶。你又唔可以咁讲嘅，我有位同事，佢都肯帮我指正佢，但我担心连佢都累埋啊！你唔好咁唔开心啦。而家有嘢值得我开心咩？有噶，你睇下嗰边。喂，傻妹担心死我啦！对方一直采取一个不合作的态度，不过我们会继续联络他，跟他再谈谈的。林生啊，其实我这样投诉他，看来我放完产假回工之后，他都会照炒我的了。还有啊，我有少少担心他会为难帮我指正他那位同事。妇女放完产假之后复职被解雇，也属于怀孕歧视。你投诉他之后，雇主如果加害于你或者你位同事，他就违反了条例里面的使人受害条文。那如果 Rachel 的雇主一直拒绝和解，那我可以怎样呢？如果调解失败，可以考虑向我们平等机会委员会申请法律协助。如果申请成功，我们可以提供法律意见，甚至乎我们的律师或者在外面延聘律师作为你们的法律代表，帮你入品排期上庭，在区域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点都好，就算今次真系输咗，都系表明立场，等佢知道佢做错咗。系啊，我要求佢向我道歉。喂，系啊，喂，你边度啫？等紧你影相啊！哦，好啦，好啦，好啦，拜拜，拜拜，拜拜。喂，佢哋点啊？而家？佢哋上紧嚟啊，不过塞车，你哋影住相先啦，人齐咗已经搭照啊，好嘛？咁好啦，我哋影相。好啊，好啊，我哋影相啦。咁多位，等陣間就望住呢度啊！好啊，好啊，好耐著啦，真係。
帮唔系你老细知你帮家姐做证人啊，神大报复咩？我自愿做证人嘅，东家唔打轮打西家咯。咁天无绝人之路，况且咧家姐生完 B B 之后，佢啲旧番奶机好快搵佢过档啦。咁系你家姐本事啫。咁啊，我公司冇咗佢啊，真系差好远噶。喂，系，哦，听朝十点钟开会啊。阿添又有生意啊？系啊，佢间公司迟啲搵佢做业主顾问啊。嗰間 E&M Consultant 啊嘛，系啊 ，Angie，Rachel 啊，人齐咯，可以影得相咯。咦，请家奶奶哋咧？你去嗰边啊？一请家咧，影相啊，一齐。姐夫咧，姐夫，姐夫。等你啊，等埋。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OK， 好。好，嚟到张天马，阿新郎哥，你企过嗰边多啲。好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喂，系。多谢你林生，唔该你，拜拜。咁多电话嘅？平机会个面打电话嚟啊，佢话你以前嘅老细咧收到上庭通知，终于肯同我和解，佢想翻俾你度啦吓。真系啊？嗯。一天都光晒啦。系啦。好，咁多位不如一张相啦，好嘛？影下影下。